他到我家里面上门帮我按，他就只收我人民币120，只收我人民币120是什么呢？按摩费、车资费、小费通通都在里面了，你不需要再付他小费了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如果你们有人需要的，你们等一下拿了房卡了，你们就跟我讲是哪间房，你需要几点钟这样。熄灭。